哦，这就是那个新车，这是那个新车，也是我买的那台车，但是呢，暂时啊是，还没有去改装的，等一下会去开的。我们现在先开这个跳台魔堡，去找那个火车，火车在前面，我们先追过去，用跳台魔堡啊去铲一下火车，看看会发生什么，能不能阻挡火车啊前行。哦呦，警察不要撞我！这里，哇，坦克怎么都来了？怎么什么都有啊？他们这些人玩的真的是。来，要不要上车？哦，哎，火车，火车，火车！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跳台魔堡，对抗火车，铲飞！哎，铲不飞，跳台魔堡也铲不飞啊！我再试试啊，再试试。跳台魔堡，不行不行，跳台魔堡啊，对这个火车也没有什么作用啊，没什么作用。我铲一下这坦克会发生什么？哇！炸了！就取一下我另一台车啊，另一台车给大家也看一下。哇，干起来了又！这边实在太危险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，哇！路人躺枪，哇！你们这些人传送，好好好，你们厉害，不进车库吧，不进车库，然后到这个车库里面。这台就是我新买的这个，而且还是经典款的。你看这个车灯，我们开出去。看，蛮帅的啊，对不对？经典款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台是我的吗？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台是我那台吗？不是吧？怎么被改成这样了？但是这个外观改的还是蛮好看啊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我下次也改成那样。哎，没掉了，你看，都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这台我看一下，哦，带武器的。跑车带武器，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吗？又要改装一下了，盲改一下。跑车带武器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还有其他特殊功能吗？可能也没有了吧，我估计。就可能是有一个跑车的这么一个性能。外观方面，经典款，
但是呢，有点丑啊，不是特别好看。说实在的，哎，后面那个修车的那个人呢？怎么没掉啦？哇，这个什么啊？该玩了。看一下啊，这台车子它是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大家千万不要买。这台啊，叫做这个不会念，怎么列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115万的这个车子啊，这个不要买啊，千万不要买，买了没有用啊，还不如买夜刹。给大家一个忠告，你看，这车没用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靠！我这才刚出来。哎，不要这样，我还没开它呢，那车子，我还没有开呢。既然你们要搞事情，我就陪你们。我也搞点事情，等一下，我先上车。哇，你这库鲁马，库鲁马夜杀，而我开那台，明显就没有胜算啊。哎，我车呢？哦，得记功，得记功。我说呢，怎么搞的？哎，我靠！等一下，跟外国玩家玩啊，反正怎么说呢，也是有一点意思的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但我个人啊，不喜欢用啊，不喜欢用外挂。哇，这什么啊？这坦克，无语了。我靠！我就知道啊，我就知道是这种结果。看一下，其实我已经猜到了会是这样。车子借我一下，我找一下那个人，那个人在哪？开挂的那个，我炸死他！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就这个。我靠！转一点，转一点。哇，他这坦克这样的，你看，哇，无敌的嘛，且，哎，无敌的，好好，无敌无敌，好，算你狠，算你狠，行了吧，你厉害，我走了走了走了，我那车子也没法演示啊，下次有机会再演示啊，我们这个公共战局太乱了，太乱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林肯加长，林肯我们还是要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坐后面，我们坐后面。看一下啊，林肯加长。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啊就到这了，你看后面那些开挂的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啊，喜欢的点加订阅，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线上的土豪人生，你看最终我们是以这个土豪的方式结尾，做林肯加强走了，有点乱，但公共战局嘛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外挂，所以我一般啊都喜欢在私人战局，公共战局反正就是说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稀奇古怪的一些事情发生。好，那么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可以留言评论告诉熊哥，没准下期视频就是你想看的内容，拜拜。